主席啊，本席想邀请部长，请马部长。杨委员好，部长你好，我想刚刚本席听到您说已经在发生了，已经在发生了。其实啊，金字塔应该已经在执行了，它不是发生了。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谈发生的事情啊。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啊，是全世界之冠。目前台湾的机车总共多少辆啊？应该有1400吧，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。台湾人口2300万人嘛，哦，那么几乎啊占70%的人哦都有这个机车，1400多万。那我们又看到一个数字让我们吓一跳，哦，也就是说，每9个小时，在去年就有一个发生了不见了。哦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到底我们的公路正义究竟是如何？而且我们又看到了，哦，这些机车发生在路间，发生在这个路缘，伤害最大。第二个是发生在什么？照我们的交研所所统计的，在这个交叉的这个路口。部长，当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，跟委员报告啊，对于这个有几个角度来看呢，啊？第一个角度，当然我们是从整体道安死亡人数的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现在是逐年下降的，这是第一点报告。第二点呢，在所有这些，但是数字告诉我们哦，台湾去年2117人死于公路哦，而且死于公路的2117人里头，有252人是走在路上死掉的。跟委员报告了，在这些啊，因为这个道路安全问题啊，这个往生的这个人数里面，有三大类别啦，一类是机车。一类是，我们就讨论机车，一类是喝酒，一类是老人，这三类大概就是说，有些甚至这三个是结合在一起啊，肇事的。那当然就这种肇事机车算是一个这个排名第一的啦。当然，这机车肇事当然也要去追究它的原因，它是本身不小心不守规则，因此发生车祸，还是被这还是说它守规矩，然后又还是发生车祸？这个大概分成。要分成几部分来看。部长，本席希望我们正视这个议题，因为公路正义，一个民主国家，既然我们肇事的事件，而且发生不见了的这样的事件，最高的是就机车，我们特别要针对机车，刚刚所说的路肩、路缘，还有一个交叉的这个路口，我们好好去做。对了，这个像这一部分，当然我们对不对？我们过去的所有的做法都是三个一嘛。一个是工程面，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些啊，路肩、路缘的交叉路口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个教育面呐，啊，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执法面，我们是通常都是三管齐下，加强好不好？特别在所有的高中职，对，尤其夜校，孩子都是调都快，跟的路肩崩。对了，我想这些是我们持续长期努力，加强这个教育好不好？就是积劳久是我们最想。我们可以主动嘛，对，主动到这个高中职。夜校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教育嘛，对，我们这个是持续努力的，持续努力。这个主动出击，本席跟提一个议，也就是你可以跟社区去结盟，像我们的混王志工，大家哇表演都是讲话一流的，我们委托他们，这些都志工都不要钱的，是一个餐点小小钱，请他们就地，而且你可以全台同步进行，你可以组成一个专案，这样子全台同步进行的去教育。是，谢谢委员了，谢谢委员，帮助很大。好，你谢谢我，你会不会做？我们现在道安基本上我们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管道在做这个事，会不会？包括本席，包括社区的力量，是，好不好？是，包括社区的力量，像我们包括叫积劳酒，中间老人这一块一定要透过社区来做，对，一起来做嘛，好不好？是是，谢谢啊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公路正义讲了这一点呢，啊，我们这个山峰路后峰桥的旁边，他们告诉我公路局给他公布几啊。我一天到晚被骂，为什么会这样子现象？我们的山峰路、甲后路往北可以，恐怕比，到摩托车；往南，哇，一个洞一个洞，告诉我今年没钱了，所以没办法补。我一天到晚都被骂，所以我说，我发现说，我这早上7点多去看这些机车族，骑了嘛，空空空啊，在骑马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蛮难过的。那这个该账怎么办？公路局说没钱，没钱也没有办法补。那部长怎么办？你要回答吗？局你局长回答，给我讲要补啊。
跟委员报告哈，坑洞的部分我们是就是说每日每周都有定期巡检。我是那个是中科的所在地，是，所以我的机车族啊，早上啊不得了啊，哦，几十万步，那几康几康啊，几康几康啊，是不会死人啊，手断脚断啊，我被骂死了。赶快来帮我们铺好不好？是，跟委员报告好，坑洞的部分我们随时马上都会去做一个铺补。随时马上在那边卡贝呀，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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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我知道委员所讲的，因为我们这六年来我们在做，我现在解决根本的问题，也就是重要的路线，我请部长来支持。没有你口袋拿出来，要不然我们真的是一天到晚被骂死了，对不对？你补了一个坑洞，一个破开，一个奈落哎。哇，那更糟糕啊！好了，我想这个是我们省道上的啊。我们省道上的这些问题，我们一定要解决了。讲了三个月，我都丢脸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你往北补，往南不补，我被骂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想这个委员既然提了啊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们过来你也拍手，我也给你接收啦，啊，你紧张报啦。我们要求公路局来注意了。赶快，不是注意，要帮赶快帮补啦，好不好？部长答应你，明天帮我补。接下来。啊，请教部长，生活圈道路，我们六年到现了，现在全台环状在做生活圈道路，我也给总统拜托，我也给行政院长拜托，给经建会拜托，无论如何，生活圈道路的制度一定六年再延长一次，要不然台湾没救，对不对？你重建的做得那么好，环建的不做，没用啊，跟北京一样啊。他只做单一线，环一路、环二路、环到十一路，那环一路到环十一路怎么去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是重线的做，环线没有啊。所以部长，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好消息？生活圈的这个道路是不是继续？我们提出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延长了，时间。你有没有得到支持啊？连我都有在拜托呢，到底进度怎么样啊？这个很关键的。这一部分是。现在进度怎么样？行政院答应了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去行政院抗议啊！不是那个跟委员报那个巡程序是报请行政院来审。当然呢，是正在、啊、到底怎么样？现在报到行政院了没有？啊、报过去了。什么时候报的？我们查一下那个应该是。你都不知道，你还来咨询？不是被询。详细的时间我不是记得，但是已经那个文已经那个，对。什么时候报？几月份报了 ？Mandy 的，我也都啊。对，送了哦，啊，我们会赶快把它送上去啊。还没送？你打屁股啊你！刚刚到，那个公路局刚报上来，那我们会进。你看乱打。不是那个。委员会在这里提问啊，弄给你看了了啊，你要搁那哦别告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的，什么时候送啊？赶快啊！什么时候送？公路局刚到你们这边，那你们这边呢？我想跟委员还要多久？我们原则上在中旬以前往行政院送。十月中嘛，就这个礼拜嘛。十月中旬往行政院送，对吧？赶快送啦，部长，他们送了之后过来的你也干呼啊！我们会努力的。我看你跟陈聪武好不？伊若不同意，就对跟你不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会努力啦，我们往正面去发展，因为这个务必要通过台湾。从观光到我们的交通，这是台湾很重要的命脉，全部都跟这两项联盟，包括农业也会卡巴在一起。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如果环状不继续做，台湾是一个长条形的岛国哎。啊，你这个环状不做，那大家又不是都有直升机可以咚就到那个地方去，不可能的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支持，我们也会继续跟行政院来。要求，但是部长你干呼爱啰啰哦，你这个生活圈道路继续延长再一次六年，台湾之光啊！哦，我们希望尽快看到继续努力正面的答案啊、哦！好，那么接下来我要请教观光局啊、哦，你请回座好了，谢谢。那么久了，观光局，肯定有我的恭喜呢，能够担任台湾的观光局哦，中华民国政府的观光局。是非常伟大哦！好，谢谢杨委员。因为我们布局全球，也是现在饼最大的一块，包括我刚才讲农业、农发、农村再生条例，4000个社区要怎么样去营造未来结盟我们的观光哈、哦？所以你有所谓的这个台湾好行路线，
是交通部这边也帮你这个规划。那我们台湾在哪里？我们台中在哪里？台中是从这个台中火车站一直到那个后丰这个铁马道那条路线，这一条啊。再来呢，因为2018年我们很感谢胡志强市长争取到2018年的世界博览会就在我们台中的后里，我们是高兴的不得了，全面以赴，全力以赴哦，在做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全力支持我们啊、哦！这个观光带动起来。那但是呢，除了这一条以外，还有哪里呢？那个基本上，这个台湾好行是由台中市政府来主动提出来的。那我想这个部分，我也会跟那个张大春局长来联系。目前你知道有哪一条吗？目前有没有提出来？你看唔知。目前。全世界宗教三大宗教，干那阮大家的妈祖。100万人以上的，这全世界拢知，你唔知？所以阮结盟大家台安外部，这样的口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没有关心我们台中哦。有了那个，我们叫什么呢？大甲非常重要。甲安府加了平安，够会报诶。嘿，是。对不对？你可以找我代言话，这代言。大甲现在也列入我们十大观光小城，我们在努力行销当中，对啊、非常重要。是。全台湾只有10个，至于你都没有了解。是没有帮我们关心，所以一定要帮我们支持、啊、我们对大家非常重视、哦、一定要帮我们支持。那请教再来还有哪一条路线？目前还有另外一条路线是古关，嘿，成型了吗？目前还没有成型，目前正在审查，提案在审查当中。什么时候会完成？我们古关的温泉是水到哦，进来拢想我皮肤真水呢。应该是11月会审查完成，嘿，那后续还有这个路权的这个部分，嘿，好不好？好，是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古关的温泉呐、啊、是好的不得了的天然，但是啊如果没有包装，无人去，无菜，是好物件坑咧，无人使用，等于无好物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每年也辅导这个古关来做古关温泉的嘉年华，对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商机。哪里很大的商机？哎，北教部哪里很大的商机？古关温泉美食嘉年华。乱讲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只有高兴一天呐、啊，其他364天也要高兴呐、啊。啊，哀伤办了就四天啊，跟他跳一天啊，要哪噻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建议，我们还有一条路线，你从台中火车站到后里我们结盟了花卉，还有你看2018年的世界花博都在这边，新社的一边头，我现在跟你说这边头、你也接不到了，你们怎么部长啊，你的人都乱跑啊对不对？从这边过来，你再往大甲溪过来，就是什么神冈鸡蛋，最有名的三颗蛋黄的鸡蛋，当天卡罗弄三粒里呢，要包装神冈的鸡蛋节，再接过来这个坛子绿竹笋，再接过来大雅的小麦，哦，连金门的酒厂都是大雅的小麦原料，所以本席具体建议这条路线，因为过来就是洲际棒酒厂，就是14期，就又连接整个一个小圆圈回到台中市。是，你来规划好不好？有关于那个部分的，我们有一个谭雅神自行车道，我们也是这个都有做经验来协助。我跟你讲特产，你给我讲卡塔西啊。就说那个部分。这么乱来呢？那个部分是要跟这个特产整个结合在一起。啊、所以观光结盟当地的景观，当地的农特产，这是最美的。你来专案规划好不好？是，好不好？好，成立专案规划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好，是，谢谢。